蔡依林小巨蛋演唱会迈入第四场，邀来金曲歌王李玖哲合唱新歌《亲爱的对象》。九零身穿桃红色亮片，紧身开高叉晚礼服，号称裸钻尤物造型，让李玖哲眼睛不知道往哪摆。等一下，我会让你不知道眼睛该放哪吗？等一下，很难跟老婆解释，你知道吗？但李玖哲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只穿米色西装外套，隐约约露出六块肌，让九零也忍不住伸手验货。哦，腹肌呀、啊。你刚刚有化妆吗？这个是有化妆吗？哎呦，哎，真的哎，真的耶！难得要到李玖哲，当然不能浪费他超强的情歌唱功，最后加码对唱神曲《屋顶》。万人大合唱，掀起经典回忆杀，让歌迷大饱耳福。记者吴怡萱 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，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就会还原成水，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。如果家中呢有银发族、有儿童、有孕妇都适用。如果您想购买的话，当然会在快点购购买才是最划算的。